你来关心的是日月潭这边传出了缆车发生故障，当时有300多位的旅客就被卡在半空中动弹不得，时间好久，10分钟，很多人吓出一身冷汗了。快掉掉，怎么又掉掉了？行驶中的缆车突然停止，不久车厢内传来广播声，因为电力中断安抚游客，就这样300多名游客挂在高空中不知所措。各位贵宾，非常抱歉，本缆车目前因电力暂时中断，正在启用备用动力。受困民众原本正在鸟瞰日月潭美景，突然感到车厢一阵晃动就停止，不少游客受到了惊吓。那等如果缆车恢复之后还准备要搭吗？我想说看他们有没有接驳车送我们过去。上午11点半左右，缆车因为电脑系统中专门监控缆车数量和间距的计数器突然显示异常，系统自动启动安全机制停止运转。11点53分以备用电力进行疏散，12点半完全排除异常，恢复营运。这个只是一个计数器错误的一个问题而已。日月潭缆车营运至今，类似车厢停摆的状况已经是第4次。业者强调，并不是故障，而是出现异常讯号之后的必然安全机制，请游客放心。